你要让他插。既然我与他先生，莫昭，林光，戴梦，可是这里早些为他治疗，这里交给我。明白了。感觉好些了吗？勉强。你就在这里。别。林玉在引擎监控中。不是对林玉不放心，几分钟而已。好吧。林光代理。虎涛。天通引擎停转了，能不能？先生和图灵。什么？停令。抱歉，林光。对了。致谢。林光，虎涛，物尽其用。也好，只是你万不可再战斗了。连致谢都用上了，许久没见过灵光。离火尽起，我来助诸位一臂之力。我便送你一程，山中之火亦可燎，心有尽时，火之传流不知其境。风常盛，火常燃，诸位多加小心。晨曦便能看清。山中之太阳为开，阳明为和，少阳为枢。离火尽起。晨曦便能看清，我来助诸位一臂之力。生灭之道，流转恒常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山中之火亦可燎原，心有尽时，火之传流不知其境。多谢。晨曦便能看清。山中之火心有尽时，火之传流不知其境。我便送你一程，借你漏洞百出。我来助诸位一臂之力。辛苦了，带我回去为诸位熬些进补的汤食。应该不用我重新讲一遍了吧？图灵真有，我对自己的能耐都是。如果他自己，只要他没到全知全能的地步，图灵毕竟不是口头试探。要我用是，等等，守护可比破坏。这个倒是不用担心。奥丁吗？难道是金兵？与那边的动物，聚合的启动需要云歌石的问题。明白，事不宜迟，赶紧出发吧。世间之策终有。先生啊。Yeah, so